走。两年前，带着热忱、憧憬，登上了你渴望的王牌舞台，成为幸运的王牌少年。这小伙子一来，有点想挑战我在王牌的颜值的意思。不敢当，不敢当。然而，在王牌家族哥哥姐姐的帮助影响下，长得是帅，你越来越打开自己，开始真正享受这个舞台。林姐就是根本配不上刘德华老师。Happy birthday, my brother！ 这一次只有你来临了。哟，这就长大了呀！对小宋做一点寄语，你呢？刚刚生到这个家里，但是你会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成长，好羡慕你。向上的少年，王牌师弟宋亚轩。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再苦再累无惧无畏，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累，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无怨无悔，从容面对。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天涯，永不后退。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王牌家族团建赛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王牌篮球队。首先是三名王牌球员，新人王小宋。滑冰的动作开始啊！全舞蹈，全舞蹈范儿。再唱两句吧，来。太难了，我这是2016年的时候参加一个音乐大师课，对，第一次登上台就是穿的这个衣服。小宋，你的答案是？我和吴彤导演拍照，吴彤导演比我帅。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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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我真的是想给两分，但鉴于你的描述过于不客观，我给一分。小宋这轮的得分是？四分。哟，这个好，这个小伙子他又名叫宋好运，是王牌代表队的新秀，唯一的00后选手，他能在侧手翻项目中技惊四座，拥有魔性笑声，他今天能否在赛场上笑到最后呢？他是宋亚轩。可以可以可以，哎，真的有可能这样会全中啊，可以全中啊，感觉到了，还没有，再往右一点点，别穿出去了，别穿出去了，唯一一个提前半段就淘汰的啊，哎，天哪！
那他工作人员干的活用你啊。这边对了。哟哟，好，可以可以可以，再滚一次就可以击打了。漂亮漂亮，小长腿小长腿。可以击打了吗？可以击打了，但是击打的什么时候希望你能像姐姐一样帅气。对。来吧。哈哈。哎呀。好棒啊。好像又送出去了。对，天哪，好开心啊。请出歌。额头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还有更多。这个歌词真的不知道。我会我会啊，你会啊？我会，我唱过。唱过会唱过会，不用无悔，从不面对。彩虹铿锵玫瑰，再多的再多的接接，腾哥获得答题权。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纵横四海笑天涯，永不后悔。后退后退后退，不对，后悔吧。后退，嗯，永不后退。女足的精神永不后退。永不后退，应该是退。后悔还是后退？后退，后悔，你哥错了的。确定吗？我应该吧。好像是悔。永不受罪，永不受累，永远不对。太乱了。哎呀，五马二十，可劲儿。保江湖。你再给我唱着，你再给我唱，我把给你说那个歌词大意，来顺着逻辑。纵横四海，纵横四海，笑傲天涯，笑傲江湖吧。笑，不，笑傲天涯，笑傲江涯，天涯，天涯，笑傲天涯，纵横四海，笑傲天涯，永不后悔。精神的话就是后退，永不后退。你们全说是退啊，我怎么觉得是悔啊？咱们应该没问题了，他们现在已经乱套。如果是毁的话，我就，如果要是错了，我就一个人站这儿。那啥也不说了，就毁毁毁。正确答案是。回答错误，接受惩罚。什么没听明白？什么东西？是毁。大爷，去吧。花花，即便接受惩罚，记住，永不后悔啊，绝不后悔。会吗？不会。会吗？会。接，腾哥。如前世，如传世的青花瓷，自古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啊，腾哥，感情你就会最后一个一，你也敢拍啊？什么歌词？说。如传世的青花瓷，自古自美丽，你眼带笑意。啊啊，完了。带着笑意还是眼带笑意？眼带笑意，眼带，你眼带笑意，谁唱带着笑意了？改不改？不改，不改，不改。要错了的话，小宋，小宋，一人光膀子站号吗？光膀子啊！如果答错，直接接受惩罚。会，但是不熟。
小宋 OK 吗 ？OK， 又 OK。我前两期才唱过。不，你现在太……你起开吧。怎么嫌弃你左边那个了？哎，腾哥获得答题权，果然对 Coco 真的是了然于心。你请。他送你干嘛？我不是你会吗？前两天刚唱完吗？没听过这段。后面这段不会。你的怀抱和体温我们都能感觉。来吧，四个宝贝儿，快来吧，来吧，把这解开吧，来吧。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别编了，注意安全。我们在伞里有安全感，啥也不说，就一家人。好看，好看，没挡谁镜头吧？挡我了。回答错误，惩罚。哇！哇！表情，表情，表情，家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家人，啥也不说，就一家人。漂亮，优雅一点，我们优雅一点。小宋，小宋都已经，小宋累死了，歪了都。没事吧，都没事吧，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没事吧，我们四个都没事，看小宋。你的右半身跟一个瀑布似的。小宋啊，好，你还不如去抢把伞呢。对，直接抢走。还记得有人抢你帽子的事吗？呀，你不说我还忘了呢。谁抢帽子？你呀、啊、你呀、啊、我抢小宋帽子。腾哥，你失忆了吗？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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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所有你说的一切秘密，绝对执行，忠心程度比你，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变好的就记不记，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魔法人类的机器，值得皮肤永远无限简单呼吸，十秒钟内放置打扫完毕，三分钟留下开始的你，我行为变得不由自己，主人我绝对不得离开你，温柔贤惠啊，温柔贤惠，女强人行，娇媚行事，下一组是金靖和小宋啊。呀，你们的剧情是这样的，你们俩呢是同班同学，完了小宋对金靖是一直心生爱慕，但是开不了这个口。在一节体育课上，你们刚好被分配到一组，互相帮助着做仰卧起坐。不是，等会儿，谁追谁啊？他又追你啊？天哪，追你的人可多了，你可千万不要被骗了。哎，你帮我压一下腿。哎，我啊，是你，我有名字啊，静小姐。哇能不能好好做啊？我要是好好做，能把你吓死。这就。
这就想吓死我。我自己放。汪汪汪！好，不是，这个游戏确实是没人玩得过金靖。咱们给金靖一个小小的特写。我根本没有眼黑和眼白啊。Action！今儿饭不错啊，吃吧。谢谢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也想跟我们说呀？哦，我打算过一阵子再告诉你们呢。我准备和马小颖去旅行，去青海，去找那边特美的湖。哪来的钱啊？我把我那些二手玩具卖了一下，正好马小颖也凑了一点，应该差不多了。撒谎。你凭什么放我抽屉啊？我再不放你抽屉，你就把自己吃成神经病了，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人体试验吗？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妈，我已经成年了，我有自己独立行为能力，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要想用钱，你可以跟我们要啊，为什么要作践自己的身体呢？我已经够拖累你们的了，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愿望，不行吗？不行！我告诉你，因为你的身体不光是你的，也是我们的。妈，你看看，打我生病以后，咱家换过一样新东西吗？桌子腿早就站不稳了。你和我爸，一个下班去摘菜叶子，一个去偷着开专车，咱家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想你们这样。我们这样，我们乐意。我不乐意，我不想看到您半夜睡不着觉胃疼的慌，还没钱做胃镜，还有我爸为了两毛三毛跟人家软磨硬泡的，还有我奶奶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为了填我这个无底洞把房子都卖了，你们这么不顾一切救我的命，只会让我觉得我是个负担，我一点都对不起你们。我再不拖出去喘口气，我还不如去死。别说死这个字儿，妈，听不了。
饭。没事，这段咋样？哥，你觉得？好，我都哭了，我看贾玲耳朵都哭了。刚那真打是商量好的，真打对，商量好的，商量好的，就说海璐姐放马打我就行了。你要求打的？对，就是我说能骂你吗？他说能。我说能打你吗？他说能。他说姐，你要打你就真打。哎呦，对，孩子特别棒，我觉得。谢谢海璐姐。他其实他之前他说他有点紧张，然后我说其实不用紧张，就是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我们俩之前我都没想到他能演成这样，有点怕海璐姐是不是？红了，脸都红了。听说海璐姐下手黑是吧？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第一次跟我演戏啊，我觉得敢这么大声跟我吵架的，你确实头一个，可以，前途无量，前途无量，真不错，而且还没正儿八经学表演。对，小孙挺棒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演员在交流过程当中，我能看到他那个眼睛里边的那个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他有一瞬间是特别真的，这挺可贵的，加油，哎，别哭了，快。现在是真的疼哭的这边是真红，哎呦真的快，没事吧？没事。首先要感谢钱海璐老师，他的代入，他把这个年轻演员小宋呢很有潜质，那么他俩之间的配合非常好。钱海璐老师有一记响亮的耳光真的打在了小宋脸上，真的一下刺激了小宋，一下就进入到情景当中，而且那么大声的去告白，去宣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都是一瞬间让我感动的。小宋将来如果有机会能够继续深造，能够对表演进行大力的学习，那就真的是太好了。你看到后来的时候呢，就两个人呢默默的好像没有台词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儿子给妈妈夹了一口菜，妈妈呢也给儿子夹了一口菜，两个人流泪在吃，一口一口的吃饭，这个动作组织得非常好，这样的表演呢更能打动每一个观众，向他们精彩的表演表示祝贺。觉得自己嘴溜，尤其是碎的站起来，溜尤其是碎的，四小宋，其实你挺碎的啊。Why？ 哥，你心里面就是花花，不是那个碎嘴子。对，我心里就花花，不是小宋会他挺碎的。其实你生活中算是碎嘴子吗？生活中跟好朋友啥的呀？那算。你看年龄比我爸小的站起来。首先比你爸大的哦。年龄比你爸比他爸小比他爸小比我爸小的站起来。小宋请回头呀。这呢，我不是比你爸小吗？你就谎报，你不是比我爸大吗？他比你爸小一岁，上一期你们刚聊天聊到过。这喷的不值得呀。你这我必须替你爸给你一脚。糊涂了。他把你神婶气的。他以为我和他爸同岁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说了四个。以后他坐前面的时候，给我准备一盘小飞镖。把那个靶心就弄他后背上。随意了，讲话该开玩笑开玩笑，
就是自在。包括小宋也是，我觉得上一季小宋来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他确实就是有一点太陌生的一个环境，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也觉得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已经录过两三季了，所以小宋一开始可能他有点自己没有把自己当做一家人家里人这种感觉，但这一季就觉得他特别的自然，该开玩笑开玩笑，哪怕有时候开的玩笑过了也好像发现其实也大家好像也还好，对他就是可能这样的话会让小宋有一个安全感，所以这一季就明显感觉到小宋要自在了很多。各位哥哥姐姐在我心中一直是四个榜样，嗯，对，就是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各方面的一些东西。小宋又从一个来了之后就站在那儿，从一句话不说到开始傻笑，到说话，到接梗，到抛梗，反正对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些微妙的变化其实观众有的时候是体会得到的，嗯，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记起来就是自己刚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刚来的时候比较腼腆，怕大家融，就是大家已经录了那么久了，然后怕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自己也会担心，就是哥哥姐姐录了那么久了，然后我一个新人加入进来会不会有点突兀，就也怕被说吧，就是说白了就怕自己表现不好。观众喜欢王牌家族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家族内部是无比温暖的。对，因为我哥哥姐姐们也会在一些很细节上让我很暖心，就是拍照的时候把我拉进来，我走神的时候哥哥姐妹也会 cue 我，对，就特别暖心。今天这期是小宋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录制了。这样，小宋，我们来看看你来到王牌这两年来的变化，好不好？好，来看看。加油！两年前，带着热忱、憧憬，登上了你渴望的王牌舞台，成为幸运的王牌少年。这小伙子一来，有点想挑战我在王牌的颜值的意思。不敢当，不敢当。然而，伴随着幸运同时降临的是巨大的压力。初登舞台，你紧张的不敢多说一个字。我们看到过，在舞台角落里默默苦恼自责的你。在王牌家族哥哥姐姐的帮助影响下，长得是帅，你越来越打开自己，开始真正享受这个舞台。明显就是根本配不上刘德华老师。Happy birthday, my brother！ 这一次只有你来临了。哟，这就长大了呀！对小宋做一点寄语。你呢，刚刚升到这个家里，但是你会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成长，好羡慕你。向上的少年，王牌师弟宋亚轩。我们我们有礼物送给他，要不要看一下呀？他有礼物准备给你呗。我们也有，我们看一看贵不贵重啊。这个打开你就知道。人送给涛哥的。我的呀？对。啥呀？其他哥哥能看吗？可以可以，都一样的是吧？啊，不是，怎么都一样的好吗？批发来的。啥东西啊？小宋啊，你知道吗？送给别人的礼物要别人亲自打开。哦，对不起。没事没事，你把里边给我就行了。哎呦，啥呀？猴糖。就是，涛哥每天都要讲很多话，对。然后就很需要这个。谢谢谢谢谢谢小宋，但我这个不会舍得吃的，你信不信？啊，真的吗？那吃完了这个。
就没念想了。留着，留着，我留着。哎呦，不是，啊，这是腾哥的，不是什么去皱霜什么的吧？不是，浴帽吗？是。我别看了，就是个浴帽。浴液什么的没有、啊。这有什么说法？寓意是，我不在的时候，腾哥淋水的时候，可以拿这个挡一下。你抢不了别人帽子。这一下还刺着我了，这句话还被你感动到了。有心啊，小伙子。这是谁的？林姐。我的哈。哎呀，真的把我感动着了，要不要换一个我看？香肠，啊、换吧。这个是什么寓意？林燕，你上一季说，我对你的最大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我吃的肉都长在你身上。我的愿望是希望我未来吃下去的每一口肉都长在我弟身上，好吧？冒昧的问一下，我以前吃的可以长在你身上？就是希望林姐可以大方的吃，然后大方的吃吃喝喝。谢谢谢谢弟弟，这个还记得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是。王哥，哎呀，哎，怎么比我们大呢？盒啊，确实，嗯，是一张 A4 纸吗？这都被你识破了，什么呀？抱歉，半张 A4 纸。这个是正面是哪一个？世家，是世家是吗？对，因为就是上一季我跟花花哥访谈的时候，然后他问我，你觉得我像什么水果？然后我说，我觉得你像世家，因为。释迦非常甜，对，哇哇，就是本来想买一个真的释迦，但是买不到，找遍了杭州所有的水果店都没有，这是他自己画的，他画的好好啊，哎呦，真的画的不错，谢谢，我很喜欢这个，还有小龙姐的，哇，这更大了。一个比个大，哎，他这个还重哎，我能猜一下吗？一只红色的芭蕾舞鞋，莫名其妙的，为啥是舞鞋？他俩一起唱跳啊什么的。哦哦哦哦哦哦哦！哇！你怎么总是看穿我？哎呀，小宋，对不起，就当把我的剪掉，把我的剪掉，你自己猜一下。不是红色的，不是红色的。不是红色的，但是是一双舞鞋。哇！就是小东姐跟我录了差不多20多期才艺，然后就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希望弟弟不在的时候，姐姐也能穿着高跟鞋美丽的淋水。美丽的淋水。谢谢弟弟。没有弟弟给你分担了。谢谢谢谢，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很好看，好好看。对，然后，林姐说了，家族也准备了礼物给小宋。对，来，我们把礼物拿上来。谢谢谢谢。哇，特意选了向日葵给你。哇塞，那是哥哥姐姐写给你的这个卡片哈。小宋，高考顺利。谢谢腾哥。然后这个小童姐，兔弟弟未来可期，加油。谢谢小童姐。然后，哇，这是谁？比沈腾幽默，比花花唱歌好听，什么？比小童更招人喜欢，林姐你是比不过了。和林姐一样快乐吗？高考顺利，谢谢林姐。小宋，一切未知都是独特的经历，未来的未来属于你，
黄黄，谢谢。小宋弟弟，十八岁的你背负着太多的期许，放心去飞，在王牌的舞台上，你收获的不是王五位搭档，而是五位家人。哇，来吧，我们一起举杯，祝小宋高考顺利，加油加油！谢谢谢谢。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弄，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去赴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悔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骏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战马，一醉卑微的梦，去那黑夜中的雾。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想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去吗去吗去啊去啊，你最卑微的梦，战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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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孤高的梦，只那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